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，你们没有更有意义的事可以做。今天你们上这堂的目的，就是要你们尽情逃，尽情杀。为什么你们说走晒去逃啊？你不逃，迟早都会被人逃晒的。好晒啲货，一剑不留。2012年12月，杀上淘宝网，淘完仲有丰富奖品等你赢。点解你仲唔逃嘅？